大家好，欢迎来到海豚交易室，我是 Mr. 海豚范正宏。今天大盘是开最低收最高，开最低收最高，而且今天创了新高，但是量能大概就2500亿多啦，多一点。那有时候收盘后那个盘后盘的量还会再变动嘛，所以大概就2500亿以上。那这个量其实是不太够了。那今天的标题有提到就是个航向尾道的航道，说你上船了吗？那其实这个航运的部分，其实海豚在周报在应该说一个多月前啊，周报就有写过了吼。那个在上上礼拜大家也知道，这散装航运和海豚也有跟大家讲就直接在礼拜四的影音去公开跟大家去做分享。那不知道你上船了吗那只能说了这个散装的部分上礼拜是有点洗了不过这个货柜的部分表现倒是持续的强势那当然这个部分很多周报里面都有写，我这边就不多讲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大盘我等一下再过来再回来看一下航运，要跟大家讲一下航运的一些东西以及货柜运这边到底还不能能不能玩还能不能玩大家就期待一下好，那个大盘的部分呢，今天开最低收最高。那有人会说量不够，对不对？对，量不够。那但是大家知道量不够总比假突破来得好。那所以量不够的状况下，基本上都会用的方式来判定，就是后续有没有补量。但是大家知道啦。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四个交易日，基本上外资休假。虽然说今天外资买超100多亿，不过它的整体的买超，应该说买进金额跟卖出金额是大幅的下降。所以可以看到今天说，如果你有加海豚 Telegram 的话，就看到海豚有分享那个今天的外资的，应该说三大粉的买卖图。就是今天的呢，法人成交比重已经降到22%、23%，降到等于是降到三十平均水准的30%以下，而且很多。等于说今天这个盘大多都是由这个散户为主导。那今天这个在缺少外资的状况下，量能还有到2500亿，我是觉得这个量算是蛮多的。但是说客观来看，技术面来看，这个量还是不够。所以最好状况接下来几天怎么样？因为其实我本来是预计这样，知道吗？这几天就继续整理，可能是封关那一天，不是封关，这礼拜四就是收年限那一天可能会有个突然的大涨之类的。我没想到今天就开始拉，没想到今天就开始拉，那所以呢，接下来几天有可能会这样，提早拉了嘛，所以接下来几天可能会进入整理。那整理过程要注意什么？以极短线来讲，因为今天是开最低收最高，实体红棒，今天又量增，虽然说量不够，但是还至少还是个量增嘛，所以今天的低点呢？14363最好是不要被收破最好不要被收破。那但是这是极短线的看法了就是因为毕竟突破实体红棒可以算可以去视为它是一个关键的 K 棒那所以它当天的低点其实就表现就是非常重要就最好是不要被跌破。所以接下来如果几天是震荡整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坏事重点在等什么？等下礼拜外资归队等下礼拜外资归队。那其实刚刚我大概有看一下问题啦，其实已经有人在问说，到底会爆股爆跨年？跨年就是跨2020年跟2021年嘛，就是跨就是这五六日三天连假，我是觉得可以啦，我是觉得可以，因为基本上之前海豚有说过嘛，这边跌下来的时候，海豚其实有点担心说，因为短线疫情的影响，导致这个14053不守反而破坏了现形。那它并没有出现这个状况，就代表什么？还在海豚的持续做多的这个条件里面嘛，所以海豚是跟大家讲怎么样这边就持续做多嘛。你真的担心的话，你就稍微降下资金比重，可能降到50%进可攻退可守。那如果说你都把股票卖光了，那可能这个涨上去你也不敢追。你看像那个阳明、望海，还有这个长荣嘛，你追得下去吗？海豚说真的，海豚追不下去啊因为这种。海豚有说过很多次海豚是不太喜欢追超过2只以上的强势的攻击因为风险太大。你追进去，你风险也不知道守哪里，也不太好守。就算真的有，你守长红棒低点好了，那万一是稍微出现一个10%左右的修正，也很容易把你洗掉所以这部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比例把它控好就好了比例把它控好就好。那大盘部分大概就这样了。反正接下来几天如果真的没有续攻，量缩整理，我觉得不是坏事。但反而续攻我还比较担心，因为无量一直推因为虽然说无量补量就好去补量就好。可是问题是，万一下礼拜外资回来，它没有补量了就又涨那么多短线乖离又过大反而比较危险。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天，其实量缩整理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选项比较稳健的选项好，这大盘大涨，好来讲讲大家关心的航运类股那另外等下会讲一下 Apple Card。什么是 Apple Car？就是苹果这两天新闻闹很大嘛，不是闹很大了就新闻有在讲了说
这个相关的哦，相关的这个 Apple Car 要打 Apple 要打入这个电动车相关，然后就很多供应链开始在吵啊，有机会啊什么的哦。我等一下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是到底搞真的还搞假的。好，散装航运来了啦哈，哦，货柜空运，其实今天连空运都在涨哦。这个捷讯我比较没看啦，只是被我列在里面。中飞航跟台华，我先讲空运好了。空运这波怎么最弱？哦，因为空运在相关的那个价格调整哦，因为他们是比较硬的。他们调涨空间不像是那个海运类这么弹性哦，这么弹性哦，所以他们对来说，他们的收益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哦，所以这个部分先跟大家讲，我之前周报也有写过，说空运这部分呢，哦，这个报价比较硬哦，因为要收回的机会比较难哦，所以我觉得先看看就好，有机会，但是比较没有什么赚头的感觉啦哈，哦。那跟大家讲一下货柜运哦，那货柜运呢，其实最近有传出哦，就是说。大家不都说缺船缺柜吗？那你哪来那么多船可以运？哦，听清楚，你哪来那么 多船可以运？大家先听 再听一次哦。现在不是缺船又缺柜吗？那东西要运了那么多，你船都出去了，你还有船再去接货吗？哦，这是近期有人提出的一个疑虑。哦，你现在想嘛？哦，你现在想说也有点道理，对不对？那缺现在就船都出去了，货柜也出去了。哦，那你新的货要载的时候，那怎么办？哦，那个阳明啊、万海啊、那个长荣，你们是来骗钱的，是不是涨假的？哦，那经过呢，就是海豚就是去查一下，哦，发现说，欸，其实这个状况其实并没有发生。哦，相关的它的货柜的量的确是缺柜，哦，但是主要是缺在其他地方。哦，台湾这边其实基本上还 OK，哦，所以在运的部分呢，其实上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以他们的题材相关的报价，哦，基本上续涨，哦，是没什么太大的疑虑啦，哦。就是趋势啦，不管是趋势还是基本面看起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长荣啊、万海、阳明这个货柜运的部分，不要太多了哦，而且发现到一个状况就是什么，看大户筹码嘛哦，万海还好哦，阳明呢基本上是涨上去的时候大户都是一直在跑，虽然说跑的幅度也不算大啦，哦，跑的幅度也不算大啦哦，那最近外资有在走。那长荣的时候，长荣也是一样的状况哦，基本上涨上来呢，大户基本上都有在做减码。哦，那外资虽然说有在买也有在卖，哦，整体的持仓量就是大概差不多在这个水准，哦，所以我是只能说提醒大家啦，哦，这种飙涨现象，哦，如果你买到，哦，海豚恭喜你，我也不是说我海豚看坏他们，哦，海豚也不是说他们不能，就是不是说建议你说马上就，去出光光，他们这个行情很快就要走完了，也不是，哦，只是提醒大家，哦，你真的你有赚到，哦，你就要稍微做点减码。啊，我讲白一点，啊，就是万海，啊，因为海豚在上礼拜的周报应该说这一周最新是119嘛，哦，在前一周是118起，哦，118起的时候，哦，就这里，哦，海豚这边有推荐，哦，推荐万海给大家。那为什么推荐在周报里面推荐万海呢？因为它的形态整理是比较 OK 的嘛，哦，再来后阳明呢这个追不下去嘛，哦，长荣这个也不太好追嘛，不用海豚买点嘛。那另外万海其实是这一波货柜运最早起涨的，哦，可以注意到，哦，万海大概是在我们放大一点好了啦，哦，万海大概是在这边，哦，大概八月就先起涨了，哦，阳明比较晚，哦，阳明也是八月，阳明也是八月，等一下哦，是七月，哦，万海是七月，我想说吓一跳，我怎么记错，哦，阳明是八月，哦，然后长虹也是八月，所以这一波来说其实最强势的其实是万海。哦，刚吓我一跳，冷了一下，说我怎么会记错。好，所以大家，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这边会再次推荐这个万海给大家，哦，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这一波的其实是货柜运面最强势的股票。哦，那大致这样跟大家讲，啊，哦，昨天跟大家讲，哦，你有万海，你有看海豚周报，你有买万海，哎，恭喜你赚到。可是海豚也告诉你啦，哦，就是有时候有个海豚有说过嘛，10%、20%，海豚是希望20%都先做个逐步的减码，把获利放口袋，哦，避免有一些比较大的修正之类的吐获利，哦，比较不舒服。哦，先跟大家讲。那另外 Apple Car 的部分，哦，今天好像这个讲比较久，哦，好，没关系，好，一样先订阅。来 Apple Car，哦，这个图 就给大家了，哦，就是，但是我也不是就推荐大家说这些股票都可以买，或者是怎么样。好，我在讲 Apple Car， 我只简单讲一下，你从坐车子到通过认证到可以卖，哦，就是甚至你还要验，就是试营运之类的嘛，对不对？大概光是那个认证，大概就要2到3年，所以等于说，哦，不是，哦，好像是3到5年，哦，2到3年还是3到5年，我有点忘记了。反正直截了当说，最快 Apple Car 要卖，大概要2023年，
哦，现在是2020年，即将进入2021年，所以呢，这是两年后即将要卖的东西。那即将要卖的东西还不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而且现在连东西都没看到。哦，你有看到可能看到概念车啦，有人在传什么 Apple Car 的图，车子可能长什么样子，可是问题是你就没看到实体嘛。那也有人在谣传说 Apple Car 可能不会走整车的配售，它可能会跟其他车厂合作去做里面的系统，或是人工智慧的部分相关的，就所谓系统服务的部分。哦，那这部分当然也是有可能，不过简单的讲 Apple Car 比较处于一个发想，哦，发想的阶段。就像你想一下嘛，两年前不在讲那个折叠手机吗？到现在有啦，有新的出来了，可是数量还是很少，对不对？那时候 Apple 也有在讲说，他有在研发这个折叠手机，到现在呢，影子都没有啊，所以就类似这种状况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Apple Car 概念股不是不好哦，我还是坚持哦，你要去看他公司本身的体质跟产品的状况哦。那题材的部分呢，我，哦，还是说作为一个助攻的角色，我，哦，就跟大家做提醒哦。好，来回答问题了哈。哎，有个新手问说 ,1605, 华新，我就照顺序回答了齁，就照发问顺序。今天 19.65 进场 ,19.65 进场齁，哦，然后看到今天有量，且前几天已经消化12月7号大量压力 ,12 月7号大量压力齁，哦，是否可以看前高做停利齁，哦，你要这样看可以了齁，哦，一般来说还能跟你讲哦，就是直播通常都直接大放送嘛，哦，等一下我开一下那个白板笔，哦，一般来说啦，哦，这种大量低点啊，通常都需要被消化一次，所以呢通常上来撞到啊，我都会等到它下来我再去考虑要不要买，哦，通常是我的做法啦。但我说华新它的题材够强的话啊，就有可能硬扛上去，前提是基本面或者是它的题材够强，如果说不够强，通常都是会回来再去做一次整理，所以这个就告诉你我的想法。那当然说可不可以用做前高去做停利，当然可以，我有说过策略你要怎么定都可以，重点是什么？执行，停损定的不执行，就有停损跟没停损一样嘛。那停利设了你不执行，那也是一样啊，所以重点在于你的策略可不可以去做执行。那但是我整个说目前我看法就是撞到反压哦，特别是大量反压哦，那回来哦，通常还回来再整理一次，而且这个量其实不小，不过我看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最近的量其实蛮大的，哦，所以呢，等于说下面支撑力道量是有机会是大过这个反压量，所以可能走横向整理啦，也可能走横向整理哦。那目前其实那个华新就什么，华新丽华集团交加嘛，哦，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铜价哦，那个电线电缆。哦，海豚好像是上礼拜有讲过吧，还是在索马那边有讲过，就是因为风电啊，风电你在想嘛，现在我们这个以前的配电都是从，欸，可能配电站配到你家，哦，这距离可能已经有点远了，可是他已经为了要把那个距离最小化，有去做一些配置嘛。那但是问题是风电呢，哦，随便一拉都是多远了，啊，哦，都是可能几百公里吧，可能需要吧，因为离岸风电嘛，对不对？没有几百公里啦，哦，可能几十公里有啦，哦，所以呢，这个铜的用电需求量会变大，那再加上最近铜价在涨，其实对这类的电线电缆，哦，或是这个1609的大雅，哦，其实，哦，好像不想露馅了，哦，这个大雅，哦，整理还蛮好的，周报没有写，哦，不过我是说还要观察啦，所以像这类电线电缆的个股，我是觉得可以去观察一下，哦，可以去观察一下后续的表现。好，哎，等一下，我的那个，哦，在这里，好，来那个，好了，这个是搞笑的啦，好，给大家看一下。海伦伯之前不是说一个冷淡熊吗？哦，这个匿名诸葛村夫他说，量子您最近有点膨胀，哦，这是里面的梗，啊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冷淡熊，哦，还蛮好笑的，偶尔出的三国梗段还蛮好笑的，哦，来豆豆龙问说，请问，哦，被动元件还有机会吗？有，哦，直接告诉你有，哦，最近大盘大涨都没有跟上，另外台船爆大量黑 K 怎么解读？好，第一个，哦，被动元件其实我讲过很多次，我大概就是看 LTCC 啦，哦，就是那个低温共烧陶瓷，哦，哎，对对，低温共烧陶瓷，好像我直接打了，就是3152，哦，最贵的是这一支，哦，景德，哦，这个画面卡了一下，啊，3152景德，其实整个 LTCC 的个股啦，海豚在周报是算是持续追踪的族群，哦，所以这边你有问到就跟你讲，我是持续在做追踪的，哦，景德，哦，然后2492的华新科，哦，那
景德应该说是 LTCC 台湾最大的最大宗哦，最大，而且它的相关的营收占比80%、90%是非常高的哦。那华新科在 LTCC 的营收比重好像是20-30%啦哦，大概是这样哦。那另外就是还有最近比较惨的2456的奇力新哦，这是奇力新，然后另外就是6271的同心电啊、哦，不过这两个营收比重就稍微比较低了一点。哦、那其他被动元件大家可能是看什么国巨啊什么什么，那 NLCC 的部分其实他们从之前说车用啊，说本来需要几个变成几十个，变成好几倍，那手机啊从4G 换 5G 从几个变成几十个、哦、也是好几倍、哦、也的确是有这个状况，可这个题材讲了太久了、哦、这个题材讲太久，但是只能说啦他目前的确基本没有转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顺利的话应该是还没走完啦，只是我觉得技术面还是要观察一下，不是所有都很 OK， 不是所有都很 OK。好，那台船不是之前就那个风电的问题吗？说那个他们什么钢那个东西就是做出来的成品那个衔接的地方有问题，然后他们反正就是后来被退货就对了，所以他们最近在涨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被散装带起来，因为台船本来就是像算是散装航运里面的族群之一嘛，那所以这个东西我是完全不会想要去碰啦，我只能说台船我完全不会想要碰哦哦。那大量黑 K 怎么解？就是啊，这个都已经怎么解就不要碰啊，没有什么怎么解。我跟你讲哦，有时候选股是这样啦、啊、哦，就是你有很多股票，你很想买，很想买，很想买，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没那么多钱。我跟大家讲一个办法。哦、你就想哪些你有可能不要的、哦、就把不要的踢掉，不要的踢掉，剩下就是你想要买的、哦、然后至于怎么去踢掉那些不要的，你就看嘛，哎，比如说有一些股价可能基本面有破绽的、哦、那你 就直接把它踢掉。那像台船就是技术面有破绽嘛、哦、假设它明年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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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这一根、哦、大量已经是大量了，隔天更一根更大量把它吞掉、哦、这很明显有点像什么出货线嘛、哦、那接下来呢就怎样、就踢掉了嘛，你就不用看它了嘛、哦、你就不用看它了哦，换股也可以，就换掉。哦，是我一定换掉。哦，好不好？好，再来台股高空手问海豚，二线塑化还有机会吗？上周买1308，我觉得塑化也是啦。反正这一波原物料真的是乱乱涨。那亚聚其实是台聚集团里面最弱的。哦，台聚集团里面最弱。那关于这个塑化的分析，哦，之前周报有提到，哦，大家可以回去看。哦，大家可以回去看。那所以你说亚聚有没有机会？我不能说没机会，我只能说目前它算是塑化里面最。不是说话啦，就是台聚集团里面最弱的哦。像台达化这个就比较强嘛，很明显趋势就是比较强的。然后1301台聚嘛，啊不是台塑，对不起，1304哦，这个趋势也是比较强的啊。然后还有华夏啦，哦，这个有点忘记代号了，我就时间不太够哦，我就先跳过了哈。哎，等等等，还没回答完。好，哦，你说量缩三天都不攻击啊，哦，防守是 20.3 长黑低可以吗？20.3 长黑低，因为一般这里吼会看这里啦，还是会看19.75啦，哦，还是会看这个大量低点，因为你这边被破了，可是这边关键的点没被破啊。你说成本在哪里啊？哦，21块，所以破了这里，其实也大概6%吧，6%多，我觉得还可以啦，还可以啦，6%多还可以啦，对啊，就是有时候停损点设定就是，要么就是尽量不要被洗。要么就是洗了不要靠北，哦，就是这样，哦，你要射得近就是容易被洗，啊，你射得远就是比较怎样不容易被洗，但是就是停损空间比较大啦，哦，就个人去做一个抉择，哦，来海豚超出来问说1447，哦，力鹏高档整理，不过涨幅似乎它这不算高，哦，算了算了算整理了，跟不上1455，请问海豚对二线纺织的看法如何？那最近基本上就是这个尼龙加工丝是比较强，因为力鹏跟那个吉盛都是嘛，先要先买进等喷喷还是突破再追？哦，应该说目前呢，啊，哈，哦，我对纺织研究比较不放在这一块，哦，我有打算把它列进我的研究的 list 里面，哦，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到这边来。哦，那我就觉得可以先观察看看啦，因为技术面好的话，我觉得是它的优势。哦，那你说1455吉盛，哦，这个喷出去当然是怎样，我就不会追啊。要不然你就是压回去守这个 11.5 守小风险，哦，就简单就这样嘛。哦，所以我觉得再看看啦。哦，琪琪问说2456奇力新，哦，刚才讲，哦，何时买进较安全？海伦说了嘛，你这个线不好，线不好，你至少怎样，等它打底。那，啊，底都没有，那就先不用看，
哦，还是有说过，像海豚不是有教周报学员吗？把股票分级嘛，A 级、B 级、C 级。那 A 级就是你接下来几天内可能会进场的股票，那 B 级呢，就是有可能进场，但是短线结构还需要观察。那 C 级就是一个礼拜看一次就好，因为它形态可能目前离距离买进的机会还很远哦。所以像齐力星就要被我排在 C 哦，会被我排在 C 里面，因为它短线连小型底部都没有，月线也没站上，季线也没站上，所以这种觉得就不用看了啦吼。那你说和凯美那个就是换股的部分哦，我是没特别研究了哦，因为怎么说？因为它现在现行不吸引我，所以自然我就没什么兴趣哦。因为刚才要看东西真的太多了啦哦。来，台股创新高，问说最近航运记忆体一直涨，还能买吗？哦，担忧追高。好，我直接跟大家讲哦，这个华邦电我在筹码里面有提到哦，在筹码影音里面有提到，就是。我是建议以短线为主，因为我觉得低运相关有点太快把明年的行情好像都反映的差不多了。虽然说它今天是涨停没错了哦，我上礼拜跟数码学院讲的哦，那我只能说就是我不建议追哦，我不建议追哦，但是有形态出来还是可以做短线，因为像上礼拜海豚是讲了华邦电哦，还有另外一家哦，那一家叫做联电哦，我是说这两家的形态是接近的。哦，都是创高回来整理，回到月线附近了，然后 KD 回到低档准备往上勾，哦，二三四四也是嘛，哦，回到低档准备往上勾，然后十日线呢，上礼拜也刚扣完高点，哦，所以我是说，哎，其实这类是可以留意的。那当然除了这个，所以你就想嘛，那二三零三有没有机会？接下来有没有机会？是今天已经动了啦，哦，今天动了3%，对不对？哦，所以就是说嘛，已经有没有定的价值？定起来，好，定起来。哦，所以我觉得都是以短线为主啦。我觉得这类涨多的哦，都是以短线为主。那航运的话，我刚刚有讲了吼，你说追的话就是风险怎么设而已。哦，那个我惨了哦，他说我放空望海华邦电，今天被关厕所哦，他的牙齿好痛。好了，我知道你在讲谁啦，我这边就不多讲了哦，我就不多讲哦。那个小英哦，建议挂爆股跨年嘛？哦，我刚刚说哦，就前面有讲过，我应该回答过了哦，就是 OK 哦 OK，只要持股不是烂线哦，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 Linda 问说，5347世界哦，今天买进117，出场价位为何啊？有机会挑战上一波高点128.5吗？好，这种问法我一定说有机会。好，这种问法我一定说有机会，但是会不会到我不知道哦，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问这类问题啦，哦，因为就像你问我说台船明天还会不会涨一样，哦，四维航明天会不会涨一样，这种问题感觉很像这个，所以有问跟没问一样吼，所以就是对啊，哦，你说出场价位为何？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守啦，哦，你可以守今天低点啦，哦，就是破了月线也破了嘛，啊，你要宽松一点，可以守这里嘛，哦，一二，哦，要不要再比较更宽松你就守这里，因为这里破的话是上面怎样，哦，这上面就全部套牢啦。这边破了，哦，所以这边就全部套牢哦，所以这个点是最好是这样，这个点破最危险的哦，这个点破是最危险的哦。好，那下一个哈，4976，哦，这个问题很多呢，我现在那个旁边那个条才拉到一半而已。来，4976嘉麟，这档大股东持续增加，哦，啊，对，持续增加。也有切入电动车相关周边，目前持续创高，想请教看法。好，那个其实嘉麟前阵子海豚，应该说这边在整理的时候，海豚就有写进周报了哦。可是一直找不到他的资料，应该不是说找不到他的资料，是找不到他的一些报告了哦。就是好像说这间公司的就是高层好像不喜欢给人家访哦，所以他的资料算比较少。那其实他打入车用哦，其实在前年2018年哦，其实就已经有了哦，这一波。哦，这一波就是炒车用，哦，这一波就是炒车用，啊，炒完之后就一路落塞，然后现在车用再起，然后它也跟着起来，所以其实嘉麟在车用相关，它是镜头里面，它跟亚光啦，哦，它两个好像是比较偏车用，哦，那嘉麟又是最重的，哦，那至于它的题材什么，说真的，我这边没查到什么东西，不过技术面我是一直有在做追踪啦，哦，有在做追踪，那你说持续创高想请教看法？那我看法是讲啊，那我看法是这样啊，那第一个就先看营收嘛，营收有没有出来嘛？啊，营收有出来哦，所以这个喷是这样，有基本面的。那大家去看它的存益啊、盈利率，那这类已经有攻击的，哎，这样有整理就可以找机会切，有整理就可以找机会切，哦，就是这样，哦，就这样。
因为我觉得有些连续大涨的股票没有，它有基本面加持哦，这代表什么？其实它已经获得市场认同。那整理过后呢，我觉得都是可以找机会去做切入的哦。好，再来东仔问说，海豚白帅帅老师好哦，请问这一次优惠到什么时候哦？好，优惠呢好像是到1月4号哦，就是下礼拜一哦，所以大家在那个元旦连假啊，如果觉得无聊的话，可以就直接信用卡刷下去哦，就用现金支援海豚哦，好吧？好，来再来问说大力光为什么起不来？那大力光问题就其实是老问题啦。就是之前不就讲嘛，就是 Apple 它退而求其次用次，就是它不是用最新的镜头，那所以大力光是最新的嘛。那第二新的就是什么？就是玉金光这一类的嘛，那种 P8、P7 还是 P5、P6， 我有点忘记了吼，因为很久没看镜头类的股票。那自然大力光整个相关的就比较落塞啊。你看它从5200跌到2900，其实也快是不到腰斩了啊，但是也快腰斩了，好不好？好，所以就是它波动是超级高价股的大波动股吧，哦，所以我觉得就最近也算有打底了啦，可是这趋势就不对哦，为什么起不来？所以大家就跟它的镜头有关，加上它的汇损又很多嘛。那 mini LED 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是有啦，不过我目前来看吼，这个反正 mini LED 我就看三只嘛，台表科、惠特跟那个金电嘛。那金电跟那个龙达，对，龙达要合并那个富彩投控，哎，好像1月6号要上市是吧？重新上市。哦，那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后续的走势嘛。哦，那我觉得惠特啊、台表科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哦，还是有机会啦，顶多加个6456 GSKY 啦。哦，可 GSKY 就是最近趋势比较弱的，不过底有开始在打出来了。哦，有机会，哦，可是就看下去。哎 ，Chris 问说，请问有5G 设备产业的相关消息吗？继智邦起涨后，这两周核心控也动起来，后续展望如何？是否接下来有机会轮动到这个族群带动呢？哦，说真的哈，这个族群我已经等它很久了哦，就是不只是智邦啦，哦，智邦是算最近有涨的啦，哦，像这个3596智毅，哦，这个就是微型机器台概念股哦，那个5288，不是5288，5388，也不是5388，好，中磊啦，中磊啦，等一下。我直接调哦，那个5G 概念股，哎，我的5G 嘞，哦，基本上上面这些大概都有在看啦，哦，我拉到这边，哎，对，大家就这边，哦，上面这些大家都有在看，智毅啦、正文、有序台阳啦，哦，大概就是微型机器台，然后这波其实智毅的展望其实是算最好的，然后那个小型机器台啊，这个最多的其实是中磊。哦，可是这两个其实反而最弱哦。那其实我之前大家在有看周报应该知道了，我10月、11月应该都有写过这两个族群。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自己比较准哦。就这边在整理的时候我写过，可是我发现他们就是族群性很差，所以后来我把他们踢掉，后来就转弱了哦。所以就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哦，明年的需求也是有哦，可是市场暂时就是没有认同他们，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所以就朝市场有认同的股票去找哦，大致上是这样。那你说设备的话，上面我归类在网通设备，大概就这些啦。哦，这些我是没特别研究，因为有些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哎，海豚我不想努力了。他问说，哦，问3189锦硕。哦，对，这个就是上次海豚有推荐，但是最近落赛的哈，就是自从上一次发布利多后拉了一根，就一直落赛到今天，哦，还跌破跳空那一根的低点，是否已经宣布死亡？不用看。哦，对，我也大方跟海豚讲，啊，不，我也大方跟大家讲。哦，不是前面这边买吗？哦，这边买嘛，然后这边出掉嘛，哦，这边涨，哎，然后涨停还是涨停隔天，反正达标了嘛，达标20%出掉了嘛，对不对？然后后来跌下来，啊，哎，十日线支撑，哦，十日线支撑，哎，我又把它买回来了，哦，应该有印象，应该有知道说，我海豚之前那时候说我买了一档之前我们田地出掉的股票，其实就是锦硕，那后来呢，所以我的停损点就是设在这一根低点，因为我觉得跳空涨停。的那个，哎，这天有涨停吗？啊，对，涨停，跳空这个开最低收最高这根的 K 线低点，因为跟大盘今天有点像嘛。这天的低点是绝对的防守点哦，就是最好是不要被跌破。那特，然后他就是这边进了场之后呢，哎，又跌，哎，这边好不容易守住，然后隔天破，哦，我就告诉他，我就砍在这一天，哦，当然不是砍在最低点了，我就这天出掉了，哦，然后后来这天我就没再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利多如果一直不反应的话，要么就是市场还没关注它。要么就是这个利多可能有些问题存在，哦，
那所以呢，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紧缩我还是会追踪，但是它技术面没转好前，我大概就是看戏，哦，我就是看戏，哦，还要啦，赚20%，是赔个几趴，5-6%哦，还可以接受啦，我还可以接受啦，哦，好，再来是哦黄小雨，哦好，黄小雨这个我不回答了哈，他说。货柜跟太阳能板到底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好，完全没有关系，好，这是一个笑话啦，这是我们同事之间的笑话，好，这个就有空再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直播时间已经到了，好，如果喜欢海豚给大家的东西，好，跟分享的话，记得帮海豚按赞订阅，好，那今天直播到这边，祝大家来那个新年快乐，好，操作顺利，好，拜拜。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